鱼还咸鸭肉。小马，还是回的兵啊！我有回的兵啊！我穿过的画面，哎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到底有多脏呢？好，我是沙米龙爷大哥阿俊的话，他是算是我们在地的，听说是有咬，但是咬的很花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次也是特定，然后请大哥一起盛欢。我是在证实到底打龟是不是因为我，如果真又打龟，我就觉得打龟是因为我，绝对不会是，不会打龟啊，你要负一半的责任。OK， 那就来让我们简单的测试啊 ，Let's go。充满希望。今天进来身为一个测试员，对，刚的时候已经先用指电先试过，那现在我换别的，换战神。对，我们现在换战神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战神。有点远，等一下。宜兰竟然说有特产嘛的蓝教，是蓝蓝教，不对，还蓝 Z，就是用这个玩 slow 撞到蓝教应该很大只。这个蓝教这应该不小吧？黑人应该会是离子那个尺寸太，那太小了，不行不行。大概会是龙的尺寸吧，龙的尺寸。今天的话，应该算春，已经算到快冬尾了。冬尾了，可能暗抛大家不再建议大家来了，整个冬天都不太建议。到底是因为我们太晚钓鱼，生态已经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刚遇到那个仔的，哎，阿俊啊，最近到底是靠什么比较多啊？给我们一些观众，让他们知道一下。最近说游起来，有的话是投足类会比较好。投足类的，对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来宾，大哥。大哥今天暗泡装的话，会是用海炉为主，对。然后加 Stella 在。哦，他凯克，你把 Stella 摆前面给大家看。哇，这个尊爵不凡的字。没有钓鱼，至少要有钓鱼声，要听到这个声音。哎，舒服哎，多好听啊！真的是很屌。今天还没听到，今天还没听到，但我今天很开心，让我压力顿时减低很多。对，我以为我是代赛的，后来证明我在也是可以中鱼的，也是可以的。来看看方藻的中鱼画面。干嘛家？弱弱的，弱弱的。中鱼还嫌鸭肉？小马，哦，是哟。那，小的。我冲的画面。好笑，他走右手。小烟管哇嘞！耶，感谢你。啊，谢谢。让我心压降低很多。对啊。感动，感动。我可以继续海钓，我可以继续海钓。OK。啊，飞哦！爸爸啦！飞哦！爸爸啦！飞哦！爸爸！画面！对吧？麦当劳公司，维尼，习近平，带东西，习近平。为什么没听过这个东西？啊，你没有听过？这假的，年纪有差成这样吗？手忙脚乱，那个。OK， 好来。先把我捏这个。我要洗线了。有好，这突然飘好多油进来耶，在这边吗？我足足放了200米。对啊，这样这么远啊？真的，这边有留给你放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刚一直退线啊。哦，你说一直哦？我自己退啊。
好，准备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到底有多脏嘞？哇，这个好勾哦，它有绿的，又黑又红的，还是你的上面的颜色，颜料退了。OK， 哦，漂亮，舒服。Stella 一定要特别的保养，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给它清洗一下。难怪线会变直，这边都是溶剂。好了，奶奶 ，OK。非常棒，可以慢一点，可以慢一点，可以慢一点，因为有点摩擦生热的感觉。我看是不是？对。原来钓鱼线这么脏，我再也不敢用嘴巴咬线。好，答案揭晓，多脏嘞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来，我的还是红的，这好像卸妆棉哦，这个颜色。可是这到底是不是褪色啊？这应该也会影响线的寿命。会啊。不是海，就是油什么之类的。就盐加油加上一堆有的没有的化学的有机溶剂什么的混在一起。那你去那渔港啊，就看到停好的船，它旁边一直在放这些油，对啊，保护环境。那个钓鱼人要嘴巴那个含线的注意一下，这就是我们你们线上会跑进你嘴巴的东西，对啊，上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其实也到这边了，很快，非常快。我们今天大概都不知道多久，吃个母瓜，大家半个流水啊，对，玩半个流水。好了，那今天也是谢谢达哥来，喂，今天很棒，没有打龟，对，太好了，靠你，靠你，一支救全集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了，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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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